八歲以下咧，係一組新加嘅組別嚟嘅。係。咁賽會咧就覺得，即係亦都有機會俾小朋友參加啲正式嘅比賽啦，亦都可以從小去培養佢哋即係一個足球嘅興趣，同埋人哋相處啦。所以咧，今年咧就增加一個再細啲嘅組別，咁見到好得意啊啲小朋友。好明顯咧，就係佢哋唔係好習慣啲大哥哥嘅出場方式，而家佢哋仲一嚿雲咁樣咧，啱到幾多一點期咧？講極都唔係口明，辛苦咗我哋嘅球證同埋球隊嘅工作人員啊！咁同埋另一個 highlight 就係咧，因為佢係男女子混合㗎。係。咁其實咧，如果話去到歲廿咧，其實咧，喺男仔女仔咧係混合埋一齊踢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個身體嗰個發育都未係好明顯有分別咧。咁其實男仔女仔一齊踢波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啲女仔去同男仔大家一齊相處。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喺球場上面禮貌都係相當緊要嘅，大家都見到佢哋咧開始咧同對方球員握手啦，可唔可以俾啲再熱烈啲嘅掌聲佢哋啊？好，我先講咧就係男三嘅新 Kisa， 包括咗正式球員一號門將楊正好，七號球員 Joseph Morrison， 二後衞球員包括四號嘅 Oliver King， 五號球員 Benjamin， 六號球員 Andrew， 同埋九號球員 Leo。緊張㗎，因為你哋今年見到自己選手咁多。